嚟到第22題，咁咧呢一題今次個玩法咧就係叫做兩嚿嘢加埋就會等於下一嚿。咁如果第一嚿係四，第二嚿係五咧，第三嚿就係九啦。因為佢講緊，我舉個例子，例如你個 input 做一啦，咁即係 A1 加 A2 咧就會等於 A3 嘅，咁嘅意思。咁其實 A2 加 A3 都等於 A4 嘅，咁所以四五九下一個咧就係叫做十四啦，唔夠位寫喺度。好，十四之後廿三、三十七、六十、九啊七、一五七，做完未啊？二五四，數下咁冇十個先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哦，呢個就係 A10 啦。所以答案係 C for cat。